再来一次，就一直鼓励我。失去声音是为什么？其实就是生病。生病。生病，然后完全失去控制的声音。控制嗓子的能力，对不对？对。其实现在其实没有百分之百好的，老实说。我上了一些节目，他们找到我以前的一些画面，我看了其实心里会难过。为什么？因为好像有时候，因为就像我刚刚说的，以前好像觉得太容易唱歌了。Oh, yeah, it was so easy, so free. Now it's not as easy. It's not as easy, honestly. But I try my best. Nothing is easy. Nothing is easy. 我觉得其实我好多东西 nothing comes easy, 是大家没有看到而已。我天生，我左边的腿是有些问题的，所以其实我左边呢是没什么力，所以每一次跳舞其实都是会辛苦。然后很多时候，我觉得应该是年纪越来越大呢，就是越来越辛苦。所以就像这首歌